喂，講解下呢件嘢啊！啊哇哇，呢件嘢呢件都係除咗嗰啲咩泣鬼神之外，佢都係呢件嘢。呢件嘢等我亂噏亂噏一次嚇，導大家入局啦。其實我都唔知噶，呢嚿嘢實際嘅用途係咩嘅？佢話有車好似都有啲類似嘅。誒，奢品嘅有車咧，奢品嘅有車係有嘅，但係奢品嘅有車咧係加多一樣仲勁嘅，就係入邊呢一個金色嘅後繩啊，係可以咁樣教添啊，獨立。個偏心輪咁。係啊，獨立咁樣教，係啊，好有用嘅一件嘢嚟嘅。好啦，咁啊，解釋埋呢個先啦。係，講到鬼咁遠，唔曬譜嘅啫。嗱，唔關我事啊，呢鋪係呢屋佢叫嘅咋。我不嬲都係想講呢啲嘅啫嘛，係咪先？好啊，咁啊講翻呢個啊，會呢個話題咧會覺得深少少嘅，可能講完之後咧你哋都唔明我講乜，咁啊希望你哋聽到就聽啦，聽唔到就時運高嘅啫，係咪先？首先講啊，首先講想講呢一塊瓜牌片先啦，看似冇乜嘢啊，咪一塊啊，一塊 L 型嘅瓜牌片有乜嘢啊？呢塊咧係我都落過心思嘅。你唔好睇佢呢塊係普通一塊呢啲咁嘅瓜牌片，呢塊係加硬嘅瓜牌片嚟嘅。點解要加硬？因為呢一啲瓜牌片普通嘅唔夠硬。你而家轉彎咧胎好咗，胎水好咗，各方面好咗。你用力推嗰陣時咧，而家雙波又咁大力咧，你一推咧呢塊其實你睇唔到嘅，佢係變緊形嘅。咁你射緊你都射到你啲力，咁所以你行出嚟咧，有陣時候都覺得我啲點解彎身會推頭嘅？可能就係呢塊嘢關係。咁所以咧係加硬咗，有其目的啊。第二3mm咯，又唔係我試過3mm又行出嚟，又唔係嗰啲嘢喎，好奇怪啊！咁啊唔知精心測試過啦。係啦，第二就係講緊呢個杯上面呢個杯可以加高同加低啊。加低啊！系加高，大家明，大家明就得啦。喂，其實你係咪想絕交出嚟？係講啊，大佬，講句得噶啦，我即刻出門口嘅啫。拜拜。好啦，加高或者減低啊？可能對大家嚟講，你哋唔會覺得喂有咩分別啫？加高同降低。一般私座車，一般私座車咧係可以加減，但係一般私座車都唔會去加減，因為第一，因為私座車嘅呢一個高度，上邊呢個頂嘅高度已經好掹個鈴啊，所以你加一 L 半 M， 你加0.5啊，幾乎已經high到啊，咁所以第一件事唔好搞啊，加咗呢個有咩好處？對於我嚟講，加呢個係控制緊出彎嘅動作。點樣去解釋呢？又畫翻嗰條幾何線咯。好煩啊！即係有好多人問，都係轉幾何嘅。減呢個嘅 camera link 入邊同加減呢個出邊同加有咩分別？分別都大㗎。減入面就是你擰落去嘅第一下反應嘅問題，加減出面你就係出彎嘅動作問題，咁所以係兩樣嘢嚟嘅。你要分下，唔信嘅你即本你擺下車落去試兩三排電，你完全知道我講乜嘅。咁好啦，呢一個我大致頭先我交代咗啦。咁第二個點就係、是、如果。我裝落架車度啊！我咁樣裝落架車度啊！出入一齊加高，同埋出入一齊降低，有啲咩唔同分別啊？可能大家都唔知咯。咁我就粗略去講講啦。出入一齊加高，你架車你會成架車感覺到個頭浮起咗嘅。你嗰種浮係你。籠統啲你可以叫浮，但係咧你籠統啲去諗浮，你可以用第二啲形容詞嘅啫，係叫做冇咁咬個頭，係適合咩用咧？適合啲極高 traction 嘅 track， 極咬嘅胎，你用極咬嘅胎水，理論上
你個頭咬死咗就係叫推頭，咁你一齊升高咗冇咁咬就叫爽彎，過咗龍就叫做浮起，明唔明個意思？顧名思義，升高就咁咧，降低係點啊？降低咧就越嚟越咬，咬你會感覺到個車頭係咬實咗笪地，但係就另外好有體感，你零5% 10% 你都會知道個你個車轉緊幾多彎，但係個車就咬實咗，因為太咬所以變推頭。咁所以你見到市面上所有嘅私座車都有個特定高度嘅。你如果你玩咁多款車，你都有心研究過嘅話咧，你會度一度所有基本上所有私座車嘅高度咧，都係喺嗰個範圍入邊嘅。係1M最多 M 半。係啊，頂曬籠啊，頂曬籠啊。咁所以大家嘅私座車行出嚟個樣係差唔多，就咁解。咁而家有呢個好處，你就任你搞啊！今日瞓醒，我想試嗰樣就得啊！夜晚屙完篤尿又可以做呢樣又得。初步講解咗啦，可能太深啊，你哋慢慢試啊。第二，呢一個金色呢、這個，佢有分高。點解係金色嘅？唔係銀色，唔係黑色嘅。絕對唔會啦。7/4色。L 名係咩色啊 ？L 名係黑金色㗎嘛。但唔好意思 ，Aeromax 個老闆都係蛇仔個老闆，所以冇辦法啊。呢個出得街講。啊，呢個出得街，呢個絕對冇問題嘅。咁所以局係金色啦。咁你見到有分高位同低位嘅。高位就係以前我哋跟車 X20 嗰個轉向杯嗰個位置。所有嘅 downstop 位啊，所有嘢都係正常位，正常嘅數嚟嘅。咁有咩好處啊？個車好自然咯，行出嚟好正型嘅，冇乜鬼怪動作嘅。咁點解會出個低位呢？如果你玩個大家玩個 Bucky 咧，就會明點解啦。嗱，所以我咁大個仔都係玩平路，乜區都玩，係冇玩過 Bucky。Bucky 就我幾中意玩，好玩嘅。雖然我冇乜點試過車啊。全國亞軍嚟。係咯，我唔知點解嘅啫，所以咪就係話咯，唔使自己跑好啊嘛，人哋跑得差咪得佢咯，啱啊！自己冇本事，梗係希望人哋出事啦，啱啊！咁啊，因為 Bucky 佢個頭轉向杯撕咗，佢嗰個轉向杯啊，佢任你教㗎個高度，咁呢個高度唔係好多人知道點用啊？理論上呢個撕咗啊！個轉向杯，呢、這個轉向杯，個轉向杯嘅中間就叫最中性嘅 F1 啊，十二仔都係一樣嘅，都係咁嘅道理嚟嘅。最中性喺中間，越高，你架車就同個 camera link 一齊高，個理論差唔多，但係係有體感，但係架車係會冇咁 grip 爽彎啲嘅，個反應都會慢啲嘅，個反應快啲嘅，但係你越低。你的車就好咬地，你的第一下會慢啲，但係你的車會好似行爛笪地咁去轉彎嘅咬度。同樣道理嚟嘅呢個，咁所以呢一、這個亦都係取其呢、這個、這個好處。同埋但係tuning 會比較上有要求啲，就係講緊呢一條狗骨。個角度斜高啊，定耷低？這個其實冇乜人留意，但係幾有分別。非常緊要，你會發覺你哋留意一下，所有車嘅狗骨，無論前同後，都係一係就平，一係就向高，唔會向低嘅。咁啊，好貴嘅。死緊。以前有車係可以俾你搞到向下，但冇人用。基本上死緊嘅，架車係會。甩如果咁樣嘅話，你擺尾咧甩到你傻，有少安拋啊，係啊，唔知點啊，唔可能嘅。咁所以而家我哋教呢個距離位置係講緊呢條狗骨嘅位置，係講呢一點入邊呢一點冇得變嘅啦嘛，極其量未改個尾土，但係我哋呢架車係用高嘅頭尾都高嘅，裝唔裝得低㗎？你可以試下。但係你會發覺架車唔好行嘅，有啲車裝到噶，有啲車裝唔到噶嘛，即係冇預你，係啊，有啲車即係好似有個邊心輪咁，但係
可能一裝低佢就跌咗出嚟嘅就差錯，即係佢冇諗過你會裝高低。哦，嗱反而咧，我認知我接觸過嘅咁多款車咧，大部分嘅車都係說明書啊，無論車手好都係建議行低嘅。但我哋呢架車咧，用低咧係唔好行嘅，係用高先好行嘅啫。咁所以不妨你可以試下。係睇 traction 咯，即係如果你有既然可以裝到嘅，係啦。咁啊，呢一點冇得喐㗎啦，當。咁係講緊呢一點。呢一點理論上，越平衡個底比嘅話，你架車個轉向反應就會越卷彎心叫做後尾啦。淨係車尾啊？淨係我淨係講車頭先，因為車尾你好難做到呢件事啊，係咪先？因為你車尾你如果你用 A 避車嘅話，你呢度冇得加高啊嘛。冇得喐，冇得喐噶。你未合一定係，一定係咁啊。所以我係講大部分都係講車頭啦。係如果你個車頭越平衡隻下比嘅話咧，你嘅車會越卷彎，理論上係比有卷彎添。咁所以好有體感，好又係好似好行爛笪地咁嗰個 feel 嚟嘅。咁但係不妨可以試一下。咁所以我建議核爆咧，就係砌嗰陣時咧，就係砌。原裝高嘅先，你試咗嗰個高嘅感覺，你先係低嘅，圖係低的，圖係低嘅，但係以比較翻舊款嘅轉向杯係高啊嘛，所以你可以試下高嗰個反應先都得，冇問題嘅，因為插兩粒螺絲都好簡單嘅啫。不過你教完要教好多嘢，教完要教好多嘢，教完要教翻個車高啊、單stop 啊呢啲乜嘢啊，所有嘢唔同。咁所以呢、這個有其一嘅好處啊。第三，我而家介紹嘅就係你會見到呢一個金色嘢，佢可以成個漸出嚟嘅，無限量漸出嚟嘅。咁嗱呢講呢個複雜啦，因為好，我講個簡單啲嘅解釋俾你聽啊。如果呢一個點係越近中心，越近中心點嘅話，轉彎。你的轉向是這樣轉，越出就是這樣轉，是的，越出就變成這樣轉了，是兩件事來的。轉彎看不明白，你自己用個腦袋慢慢想初其實我都不太明白，玩個十二仔就懂。是的，有時候你會發覺其實有很多問題的。喂，你會問我這個東西漸出同我呢一個六角，我加戒指漸出一樣，有咩分別啫？分別就大啦。嗱，好簡單。理論上，如果你六角漸出嘅話，你六角漸出係你嘅叫整體嘅車闊咗啊！你跟這個漸出都是整體的車闊了，但是槓桿原理的點不同了。那你只是這裡漸闊了的時候，因為你入面的幾何你沒有變過，那所以你只是漸闊了的車。漸闊了的車有什麼的好處不好處啊？架車進了，架車頓了，還有你都是叫做這樣轉彎嘛，少少沒那麼誇張的這樣轉彎嘛。這樣轉彎呢，其實第一下應該是慢一點的，是啊，慢一點的。那你會發覺那車哇好像不跟手那麼頓那樣的，這個就是這樣的感覺了。但是如果你漸出了這個，這個是整個幾何的支點力點完全不同了，所以你漸出了這個的時候，你按一下車下去，你按一下避震，你到避震的感覺都不同了。那所以你叫我很籠統地告訴你們有實質有什麼用途呢，是不同的講法的。譬如我是一個轉縮有轉彎的人，和一個比有轉彎的人去做這件事已經不同了。這樣轉彎，這樣轉彎是適合於比有轉彎的人的。即是什麼叫比有轉彎？這個彎正常就是這裡收油，去到這個中心點開始比油，這樣走，這個就叫做縮有轉彎。比有轉彎就是你看油車你就知道了，
啲油車佬一喺呢度擰咗個軚，個車擺咗入去少少就呢度已經 pose 有 power turn 咁樣出彎，呢就叫比較轉彎啦。咁呢一個闊度加闊咗嘅時候，因為佢頓咗，但係我頭先講過係方便你比較出彎啊嘛，咁所以就係比較出彎、比較轉彎嘅，多數會選擇咁樣用嘅。不過又係好深啊！這個話題我講多三個鐘都有排講啊，咁所以你哋慢慢試先啦，因為你哋卡食啫嘛，唔係你哋唔試我，你哋唔試我講唔到啊，係咪先？而家冇嗰個經驗經歷分享，即係你嗱講即係唔係睇少啊？你哋都未去到嗰個階段，譬如講乜？譬如我而家要去旺角，我問阿核爆我點樣去旺角，佢話俾我聽點點點點，但係你搭咩喺邊個路口出？咁我會聽得到啊嘛，因為我而家想去啊嘛。咁但係你無理啦吞話，嗱細佬，我而家教你去旺角，我都唔想去，你話我喺度做乜啫？知都唔記得。係啦，就唔會知啊呢件事。咁所以嚇，自己試下先。啊，試完之後試唔到嘅唔好話我啊，試到都唔好話俾我聽。唉，我唔係好想知啊。咁啊，大致上我解釋咗呢一個嘅結構啊。咁啊。遲啲，遲一步，可能我哋會做多個呢啲去擺車尾嘅。呢個擺唔到落車尾，依家唔啱位噶嘛？你嗰個 offset 呢個係直噶嘛？呢個入咗去噶嘛？如果唔係，你呢只比條會好長噶啦，變咗。因為長短比都係啊，就會好長噶啦。我哋都試過啊，將只前比擺到去咁樣都要調轉嚟跑噶。做唔到，係一定要呢度剁齊佢啊！剁齊你先做到嘅，但係咁樣又唔好跑，因為你隻髀呢一點油壓點唔同咗，你成個油壓感又唔同咗，試到好多樣嘢㗎啦已經。其實你又可以試下，你玩到冇嘢好玩嗰陣時咧，你試下可以直車尾唔好喐，因為車尾用喺入邊個窿好怪，車頭用入邊個窿。你講油壓，油壓腳大啲位，係啊，佢原裝依家行出邊，全部出邊，全部出邊。但係後邊你唔好搞啦，後邊都係行得過嚟。我覺得後邊通常都係幾乎 high link 咁滯呢架車。接近 high link。唔係，因為呢架可以搞入邊啊嘛。但係呢架搞入邊。唔會啊，入車尾唔會搞入邊啊，料成料三冇。好喐好喐嘅，唔得。所以個頭你可以咁做。阿 Ugo 咧就好中意咁做嘅，行入邊，佢自己再整多個窿添。佢真係哇，好勁啊呢條路。斜嘅喎。佢吻平咗佢。我唔知佢揾咩文憑，跟住爛架車喎，跟住自己再啤一個窿出嚟，哇！世外高人啊呢個。喂，係啊，呢個位有冇研究過點解唔裝啤鈴啊？冇研究，因為佢用翻原用翻舊料。其實即係到咁上下，應該研究一下裝粒三咩啤鈴喺度，唔係，因為真係好難砌啊，尤其是新手咧。佢要整個順真係幾難搞啊！三 M 啊！咁嗰條片咪要，唔係咁呢嚿嘢咪好大？大嚿啲啫嘛，啲又唔阻嘢嘅，呢度冇其他嘢噶，大嚿啲啫嘛。但係啤鈴你確保到起碼識喐先啦，我順唔順都，叫唔叫都，又唔係唔得嘅喎，整粒右邊喎咪都。你 hold 住佢係容易啦，喺外邊加螺絲好似又舊時 C X 咁咪得咯。唔使啊，整粒右邊啤鈴喺入邊咯，係啊，咁啊唔會褪。都 OK， 這個難解決的嘛，問題是這個玩家挺有邏輯思維啊。不過我們做不了一件事啊，都是那句啊，一半我們的轉彎有落的宗旨來的嘛。現在既然九骨都變六粒啤鈴了，那是有什麼做不到的，你告訴我現在的車啤鈴那麼貴切，我三球電腦就可以了，神經病。仲要講多句，呢一塊底板唔同出面街任何一架車、任何一間廠嘅底板嘅，係加硬咗嘅呢塊，係比我哋 X20 嗰塊都硬一啲啲嘅，但係就未去到我哋而家未來會出一塊 option 嘅再硬嘅嗰塊，